以后你就不用乖乖陪我出来散步，啊！伫路的，你会当甲你规工发生的代志分享我知影。分享？我看你是想要甲我干什？我哪有要甲你干什啊？我这是关心你。像我妈，我妈就是一个活教材，你甲看伊就是无人甲关心，所以伊这段失败的感情才会拖到这尔久。讲真的啊，之前若是有人。 牵个关心的状况，牵出去甲斗相共，我相信这几年嘛袂过甲这样辛苦。你讲得无唔对，咱着爱随时关心身躯边的人，才会当伫咧上好的时间点去帮助人，安尼才会当避免真侪危害。你甲看，连你拢这样认同我的话啊，所以我时时刻刻关心你，迄嘛是你主动的。 做这么困难，啊，太早呀，先看这个讲。哎，你看，这还给我空拍机呢，是咧黑夜景哦。嘿，不重要啦。什么不重要啊？哎，我冻掉啊！我。你尿急哦，要去洗手间先。 不是啦，我有看到星星。你对，你最近怎会跟我讲一挂老梗的话？我是真的。 真无重要。到底向你这个时传简讯给我啦？这下是爱微传的。 传这种相片啊！郑凯，想袂到我的付出，你全然拢无看。我一外省，你就揽着我上好的朋友。你敢知影，共时间互相爱的查甫人，佮上性情的朋友反背是甚物款的滋味？袂要紧，非得我就算讲一无所有，我还佮有一片的风景。 还会传这种简讯，还佫有这张老母顶的相片，伊的意思是，你要想袂开呢？